作的曲目是 Ennio Morricone 贾布利耶的双簧管。此曲是1986年电影《教会》的主题曲，也是现代双簧管曲目中大众最耳熟能详的曲目之一，并由 Robert Longfield 改编成管乐团的版本，能由不同的乐器独奏。此配乐在当年受到了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提名，并获得了金球奖的最佳原创配乐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双簧管独奏刘嘉恩以及指挥李浩源老师。